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你们前来观看2018-2019年中国女子篮球超级联赛。本场比赛为第十场比赛，由上海队对江苏队，请全体起立，奏唱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》。现场裁判员，担任本场比赛的第一裁判员王红，国际级北京。第二裁判员王小川，国家级山东。资讯员马春杰，国家级浙江。资讯员张永新，国家级浙江。电影裁判杨璐，国家级辽宁。介绍运动队，江苏中天钢铁女子篮球俱乐部队，2号张长宇，3号周新宇，6号刁明宇，9号李若然，12号吴凯，16号龚晓宇，18号的队员3号赵建建，赵宇汉军。
小便，天津人说光明油门，光明油门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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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hank you.
来，继续我们主场的声音，上海，上海，加油，加油，上海，上海，上海。中国爱啥？你们敢说？
来，我们主场的声音向好，向荣，向好，向荣，向好，向好，向好。好，好，继续。
小海队，小海队，加油，加油！掌声鼓励！谢谢，掌声给我们的宝贝们，谢谢。
Thank you.
两点，两个目标，顺着两个走的。
来，没有关系，继续我们主场的掌声，上海队，上海队，加油，加油，上海队！
美女优美，高美女优美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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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谢谢我们的马妹们，谢谢。
Thank you.
boy, go!
打得你，那打你是啥？你要求几万？不能的，我还走出来，我遇到什么啊？这又打了三万就没有什么啊？那给送来什么？我走路都走不了，走路都走不了。那不就到了到了，就跟你说了。我一个不能跟他交涉。要三高，加油，大家！暂停结束。小孩们，小孩们，加油，加油，小孩们。姚天峰，加油！七十五比八，十七个，我们支援。Thank you.
来，记住我们主场的声音，上海光明，上海光明，上海光明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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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中锋。
侬再看来嘛。十六号龙姐啊！Thank you.
戴斯老师。谢谢，掌声给我们的宝贝们，谢谢。
来，这是我们主场的声音，上海队，上海队，加油，加油！记住我们中场的声音，公民牛队，公民牛队，加油加油！来，加油！来，上海队，上海队，加油，加油，上海队！中国！
来，继续我们的掌声上喊，加油！上喊，加油！上喊，加油！
出。来，继续我们中场加油的声音，光明哥们，光明哥们，加油加油！好，预备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来，我们主场的观众，来吧，咱们先上起来。好啊好啊，来，兄弟，赶紧。
来，这是我们出场的声音，上海风云，上海风云，上海上海上海，光明友们，光明友们，加油加油！来，掌声给王威以及你的听众鼓励一下。听众们，掌声上海，光临，上海，光临，上海。上海。
Thank you.
谢谢，掌声给我的宝贝们，谢谢。
Now we're